天从尔湾开车专程来到了南海岸，是为了喝这个全加州最好喝的奶茶。这是我的客户月芬姐推荐给我的，她说这是她喝过所有的奶茶里面最好喝的，地址就在 Bloomingdale's， 我们加州华裔妈妈大赛的比赛的赞助商地下一层。今天是她5周年店庆的活动，买一杯送一杯，这个羊毛一定要来薅呀。看着现在排队的人还不多，然后旁边还有其他的餐厅。